你即将开始的这个冥想，是一个关于爱、自我肯定、和解与爱合一的冥想。你即会发现自己内在令人惊喜的改变。坚持21天以后，你的生活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首先，请你在一个无人打扰的空间，慢慢地沉静下来。请你找到一个舒服的姿势。当你准备好以后，请慢慢闭上眼睛。现在，请你做几次深呼吸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你的身体已经放松下来，你的身体已经完全放松，而觉知力正无限扩大。现在，请你回想某一件你曾经对自己做过的，令你感到被自己好好照顾的事，可以是为自己买了喜欢的化妆品，可以是一顿最喜欢的大餐，可以是出门在外选择了更好的酒店，也可以是因为太累，周末睡到下午才起床。没有任何的限制，只要你认为这件事能表达你对自己的宽容和支持，都可以，多小的事都可以。就好像有一个人，在某个你需要的时刻，给予了你温暖和帮助，而这个人是你自己。现在，请你不断地回忆这件事，加深印象，直到你心中升起一丝对自己的感激之情。感激之情不断放大，放大，放大。你在心中对自己充满感恩。你自己在那个时刻给予自己的宽容和理解。感恩自己对自己一直以来的关照和支持。
请让你对自己的这份感恩充满你的内心。现在，请你的意识稍稍地抽离出来，以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和心情，去感受你心中的这种感恩。你静静地在一旁看着这个感恩之情，不做任何评判，无悲无喜。你只是静静地看着它，不做任何评判。请你保持着观察者的状态，保持对心中感恩之情的觉察。感恩的感觉与观察者的感受同时存在于你之内。慢慢的，感恩的感觉变作一股温暖的心流，融入你的心田。你感到自己被无限的爱和丰盛滋养。现在的你已经和之前的你不一样，你已经进入了崭新的世界。